太傅有事，朕去太傅府上就是了，怎敢劳动太傅亲自过来呢？老臣有几句话，不得不请陛下恩准。只怕再不说，恐来不及了。太傅说哪里话？要善保千金之躯，朕还需你辅佐呢。来，请。陛下坐。太傅好好养病，你好了，朝上的事朕都听你的。谢陛下，臣有一个心愿，闻皇帝对臣有知遇之恩，待臣死后，请陛下将臣葬于寿阳山，闻皇帝陵寝之策，不必祈求中，不需植树，只穿平常衣物，不着朝服冠冕，不放随葬物品，一切从简，望陛下恩准。太傅想多了，这大位怎么能没有太傅呢？太傅放心，朕永远都听太傅的话。谢陛下，老臣告退。陛下立正吧。恭送太傅。
他是真的要死了吗？陛下万岁。